创世纪三十九章到四十章，我们这次回到这个约瑟这个人呢，三十九章一节到四十章二十三节。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约瑟，真的很多不但基督徒，西方人很多人的名字就是 Joseph， 对不对 ？Joseph 或者 Joseph 约瑟，对，很多人的约瑟。这里有没有约瑟呢？没有约瑟吗？对。很可能你的名字约瑟一定有弟弟吧？对，希望再一个、啊、对。就是约瑟的故事呢，就是很多人就是很熟的。对，约瑟关于约瑟的故事很熟。我要就是简单讲，如果我是约瑟，就是假如我是约瑟，是这样。我现在还没讲约瑟之前呢、啊，你现在生病啊，感冒也好，生病啊，非常痛啊，你就是每秒钟或者就是每时刻你想的是病痛还是想念另外的事情啊？应该病痛，你莫想病痛吧，对不对？莫想你的病痛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一直像这样的就是病痛啊。有一个师母啊，她的先生是牧师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生病了，她师母那个跟她的丈夫，像她丈夫怎么说？哎呀，牧师啊，丈夫啊，你不要默想你的病痛，你要默想耶稣基督，好不好？我听起来很有意思啊。对，我们就是在这环境当中，我们遇到的事情，病痛也好，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就是像那个问题，就是花太长的时间来一直想这个问题啊，这里会出问题。我们就是有一句话说，你现在跟龙 dragon 打仗。你是刚开始很好的人，可是你跟龙这个不好的龙大家慢慢变成你也是跟龙一样的变成龙，所以有的是跟龙大家其实不好的。对，你要抵挡龙，你是跟他一样，刚开始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跟他大家就是变成龙一样的坏的，同一个坏的人。约瑟17岁，他的兄弟们本来要杀他，对，没有杀他，卖他。如果你是约瑟，哎呀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，会这样吗？不会的啦，对。如果我是约瑟，埋怨，我天天思想的是谁啊？我的兄弟们，这是埋怨，这个健康不健康啊？我们知道这个不健康，还是很难避免的，是不是啊？埋怨。我知道，我很就是认同这个人的心啊，对。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叫你就是很烦恼的人啊，对。你的同工有这样的人，你会说我永远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如果他去天堂，我绝对不要去天堂啊。有这样的人啊，对。找你烦恼的人啊，常常批评你，常常骂你的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你没有，就是你有福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约瑟如果看他的情况，就是埋怨，天天就生气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不能活下去的了，一定会生病的了。这个是约瑟就是要遇到，就是所遇到的很难的事情。我们看稍微看就是记者经文好吗？39章第1节好吗？好的，就是埃及的一个蛮高地位蛮高的一个人，就是买下来了。他也是奴仆，不是那个约瑟，现在变成奴仆，以前是自由人，现在奴仆了。哎呀，高兴极了，我终于来到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啊！感谢主，会这样吗？不可能吧？对，不可能吧？他可能会继续埋怨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就是他心里就是有什么思想，没有说，对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读下去，圣经的描述非常非常简单，对，那一句话就是有一点奇怪的，有一点不太对的，是什么？哪一个单词你知道吗？第三节好吗？第二节开始已经有钱。不太明白他做白是什么顺利。第三者也是眼睛，
顺利顺利，两次顺利，第二节顺利，第三节顺利。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圣经提到顺利顺利这个字啊？对，如果约瑟就是一直埋怨他的兄弟们，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事情啊，对，不太可能事情。我现在一种结论性的就是一句话，对，如果你单单看你周围的人，你周围的环境，我觉得我们就是每天过日子真的受不了的了。对，你觉得你周围的人都不错吗？请问姊妹们，你的丈夫最好吗？你们弟兄们，你们的妻子最好吗？你们的孩子了不起吗？不一定啊，这个我们都是充满问题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你的同工啊，你的同事啊，你周围的人都不错吗？跟他们非常舒服吗？是吗？有一些很可能是，可是好像不是这样。对，我们周围我们环境就是充满了问题啊，接触的人就是太累，在公司里面就是你的老板骂你，就是会长没有，就是你能骂你的太太吧，很可能啊，你的就是很可能就是你骂不了他，就是骂你的狗啊，对，好可怜啊，对，我们人好可怜啊，对，对，有的时候在教会，教会也是不也是一样，在教会发生有一些事情啊，牧师们因着长老烦恼，长老牧师因着牧师烦恼，平信徒因着牧师长老烦恼。牧师长老因着平信徒长老烦恼，传道人怎么说？我有很多婆婆，他的会都是婆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所以他不喜欢有太多婆婆了。对，一个会就是一个 member 就是一个婆婆了，传道人就常常受不了。对，他的长老就是他的婆婆，所以他看到那个七十楼24个长老，哎呀吓一跳，我不要去这个地方，太多了，人一个长老我受不了。到了那个地方，24位长老啊。我们周围就是我们人就是软弱的，蛮软弱的，对，我们的环境觉得不是很好的。对，如果你单单看这些你的环境啊，对，其实很大的问题。对，没有办法你办事很顺利的。这个约瑟呢，其实他是很不错的一个年轻人，很不错的一个年轻人，我可以称赞他。他如果我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英雄啊，我可以说这个约瑟是真正的英雄。对，如果要说的，这个是真正的英雄。对，他不错的，他比约伯更好，他比亚伯兰更好，他比雅各还好，他比那个谁啊，以撒更好，知道吗？这个人是蛮不错的了。对，这个约瑟呢，他看的，我可以这样解释，他看的不是他的环境，对，他是默想的不是他遇到的这些事情，还什么呢？单单看谁啊？神，仰望神。我相信我们单单能看到神的就是没问题。有一种植物叫那个 sunflower， 中文怎么说啊？啊，向日葵。它就是看着什么日头在哪里，你就是看着那个向那个方向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错，就是它跟着太阳啊。对，这个约瑟呢，我可以说他是向神人，可以说吗？这是我刚找的一个中文字啊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你听懂吗？对，上圣人啊，就是这上日，你刚才圣父老怎么说啊？上日鬼啊，对，这个是原神是什么人？他的方向，他唱上什么？圣战上圣人啊，对，他的方向都是就是一直到那个像那个圣大人，这个人真不错。对，如果他看就是他的兄弟们。他现在的环境他其实受不了的了。对，我们有的听到一个家庭夫妻很好的很美满的一个夫妻，那个太太生了两个孩子，三个孩子，四个孩子，都是很听话的很好的孩子们，一个孩子车祸死掉了，这个妈妈非常担心，天天想到那个孩子死掉的孩子。他的先生非常好，他的三个孩子非常好，可是他看的不是四个人，还是谁啊？死掉那个孩子啊，这个人能有没有办法活下去啊？这样的女生一定会出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没有看到这么好的先生？为什么你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三个孩子啊？对，一定要像这个你失去这个孩子呢，这不太健康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这个真的不太健康啊。对，这个人要起来，起来，
我还有先生，感谢主，我还有三个孩子要感谢，一定要起来的。好像有些人没有办法这样做到。如果就是约瑟的话，这个呢，你就是这样，就是失望，就是在那边，就是哎呀，我不想活，就是死之间可以发生事情。可是这个孩子呢，这个年轻人呢，就是单单看神，对，仰望神。这个孩子的年轻人真不错的了，对。他在哪里就是受教育我不知道，我很想就他到什么学校，我很想去在那边读书啊。现在来得及吧？对，这个人受教育真了不起啊！是他妈妈的，我不知道，对，我不太知道。他妈妈就是托这个 Trafim 这个身上好像不是这么好啊。对，这个还真了不起啊！对，这个还真了不起。而且这个孩子长得很帅，而且很就是诚实啊，办事非常好，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他，我很喜欢。不要忘记，他不是自由人，他是什么？他身份是什么？奴仆啊，奴隶。对，就是每一个人有很好的机会，什么机会呢？犯罪的机会啊。对，我们在肉体里面就是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能犯罪的机会太多了。对，这个孩子也是一样如此啊。对，他就是遇到这个能犯罪的机会，而且很好的机会，对，很好的机会。所以这个孩子从哪里学习这个不行，这个行，这个道德的水准标准从哪里学习，我不知道，对。可是他有清楚的概念，这件事情不行，我是敬畏神的，我是怕神的，所以这样事情我不能做到的，只是他绝对不要的。他虽然有机会，但他不要的了，对。有犯罪的机会，很可能是可以藏起来，可是他不要做，不要参与这样的罪。对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像他的兄弟们的埋怨、埋怨、埋怨。现在，你就是埋怨开始，就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，其他事情会出问题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的老班就是埃及人，你刚来那边了，懂不懂埃及话？你知道那个约瑟的兄弟们来的是需要翻译的，需要翻译的，他们的言语不一样，这个是 Hamitic language 韩族的，这是闪族的言语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我很可能不能说完全，还是差太远了，他们没有办法沟通，听不懂啊。对，这个年轻人要学这个韩族的，就是埃及人的话言语，就是应该年轻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马上写，就是专心做事。现在你的主人，这个埃及人蛮高的地位的人，这个主人呢，你就是你很可能说这个主人是什么人呢？对你来说，就是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奴仆，好可怜的奴仆，所以你就是看你主人的时候，常常你的关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可以随便做的嘛。他要杀你可以杀你的，所以你这个关系呢，就是太可怜的关系，可能你就是继续会埋怨的。可是这个约瑟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他我认为就是我不是人，我就确定啊，把这个主人啊，把他当作我能侍奉的一个人，知道吗？我能侍奉的一个人啊，你就是你把你当作是我是奴仆，好可怜啊！这样的是就是这个什么自卑感吗？怎么说呢？就是这样微小的这样的。可是你把你的主人把他当作一个你能侍奉他，就是我可以帮助他，对，我就是对他有帮助的，应该可以做帮助的。就这样，你尊敬他的时候啊，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啊！对，我们对我们有喜欢的人有没有啊？我们都有不喜欢的人，你们当中没有不喜欢的人举手，你看没有啊？对，都有不喜欢的人啊，对，都有不喜欢的人啊。可是，其实近日啊，很多人就是对就是人失望，对人失望，所以开始养这些狗啊，这些 pet。我对不起你们，就是有家里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不是骂你们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对，我自己没有，可是我不是骂你们的了，对。有些人就是爱这些动物过爱人，因为他们说这些动物不会让我失望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动物不会出很大的问题嘛，小小问题嘛，就是放随便放咬啊，他不知道医好在哪里啊，随便就是，这是小小的问题嘛，不是很大的问题，他们出问题不是很大的。对，我看有些美国人啊，那个这些狗啊，就是说这些是好快，孩子说会打他，
可是狗就随便放鸟，看起来好可爱这样的，对。就是对人的失望就是这样的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起人。其实神的话也这么告诉我们呢，其实每一个人在地上出生的每一个人，神所造的每一个人，其实很有价值的，很重要的，对，很重要的，对。每一个人是神所造的，每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是什么大罪人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性，什么可能性？做神的孩子的可能性啊，对。这样的他的那个 value， 他的价值呢非常高的了。这个约瑟呢，在周围的人当中，他发现不管他的也是主人啊，他的老板啊，就是这个人里面，他看到我要尊敬他，为什么呢？很可能这个人主人对约瑟可能不好的，对，很可能真的不好的，还是没关系，我可以侍奉他，这个态度真的了不起，对。我可以说，其实，在圣经里面，圣经不希望告就是一个人是英雄，可是这个人其实一个英雄，对，这个人真的了不起。我不会说以色列是一个英雄，我不太羡慕他，对，我不太羡慕大卫，我不太羡慕他。他有几个太太，我不会羡慕他了，一个就够了，知道吗？对，他就是就大将好厉害，我不会羡慕他。对，而这个人是真的了不起，对，他尊敬每一个人，他尊重每一个人啊。我能侍奉这个人，我能侍奉这个人。他没有埋怨他的兄弟们，他就是没有埋怨他的主人，他就是侍奉他，专心侍奉他。他就是很诚实，诚实。终于呢。就是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人，应该是就是给他自由啊，这样是不是啊？可是呢，不是这样，对，他还是要受苦受苦。十七岁到了那个埃及，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，就是出这样的问题之后呢，就是诬告嘛，诬告他，然后就是被关起来，对，又痛苦痛苦。最少他的坐监就是两年以上，就是这应该是好多年的吧。最少清楚就是两年，因为他结盟之后呢，过了两年才告诉那个约瑟事情，他就是出来的，所以最少就是两年以上。反正这个年轻的人非常非常受苦，对。神有自己的时间表，对，神有自己的时间表，你不能改他的时间表，对。神怎么决定，你要等候他，你要一定要等候他。约瑟在监狱里面，然后呢，对不起，之前呢，就是他的那个主人的太太发生这样事情，就是监狱里面，没有想到监狱这个监狱是特别的监狱，就是这个人是他的主人是蛮高的，所以他要管你的罪人啊，都是什么人啊？王宫里面就他们的罪蛮高的人啊，对，他们有问题就是不是到一般的 prison， 就是到这个监狱里头，所以。神就是安排这样，神的安排，这个也是神的安排，对。有的是你所遇到的人啊，就是神的安排的时候，就是刚开始好像没有什么，可是你忠心做你的事，神很喜欢看你的忠心，消失上忠心，就是有一天会看到神的带领，神的安排的了。在那边，我们都知道两个人，刚好从王宫来的两个人啊。同一天做梦呢，就是建文给他们听啊，那就是这样应验呢，就是很快这样发生这样事情。虽然你觉得这么好事啊，为什么他们还是这个人还是忘记两年呢？还是忘记两年啊？这个月是真的好可怜啊，对。如果你十三年这么痛苦，这么受苦，就是你的兄弟们出卖你开始啊，这么痛苦，我很可能是太失望，就是。哎呀，没有什么，我做好事，我就是忠心付出我的罪人，没有什么用啊，对，就是我的主人的那个太太诬告我，就是他也不信任我啊，对，他不信任我，还有之前我就是这样帮忙，他就接他的梦啊，他也就是没有帮我忙啊，我就做好事没有用，对，失望，然后呢，以后呢，我绝对不要做好事，有没有这样啊？对，有些人会啊，对，我做好事没有用。我就是做忠心的人没有用，我帮助人没有用，所以以后呢，我就不要帮助他们了。对，可是好像他没有失望了，他还是一直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这个年轻人十三年当中要受苦的，真的还是给他受苦。我已经说过了，
神就是他17岁做梦的时候啊，神告诉他这个过程，13年的过程，很可能他说不要，对，很可能不要，对。我的话就是我一定会说我不要的了。而这个年轻的做梦之后呢，这样受苦受苦，他要等13年。我有的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苦难呢？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啊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神的儿子啊，神的目的是要做我们罪人啊，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苦呢？我知道系统宣泄里面这个鸡是这样，我还是我不能满足，这样的回答我不满你的了，知道吗？耶稣生的儿子一定要受苦吗？约瑟为了做那个埃及的总理一定要受苦吗？一定要受苦吗？这方面我就是不明白。我们到了那个约伯，就我们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约伯要受苦呢？有什么原因呢？对，很多人说约伯就是什么呢？受苦就是为什么要受苦？他们要就是苦难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对，他们是用约伯记来说明这个受苦难的事情啊。对，所以我到了约伯记，就是简单讲一下这个苦难的事情好吗？对，一般人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呢？你犯罪受苦，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观点，是不是？这个他们说的对不对啊？也对啊，也对啊。圣经有没有这样说？你不听话，我打你，有没有说啊？有啊，这个你不能说不对。这三位神学者们，他们说的也是蛮对的了，对。所以他们看到他们的朋友约伯受苦的时候啊，他们认为约伯应该犯错了，犯罪了，对。他们这样的那个观点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。我们一般人平常这样说的嘛。你看，我们作为一个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就是家里有事情，很可能那个人犯罪吧，对，自然会像这样事情啊，对，很可能会这样想的了。可是到这个约伯的事情，这个不是很容易说明问题。约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没有说神啊，就是快一点离开这个。他没有说，他很想知道为什么。你就是你一直读到那个约伯记最后一章，你知不知道约伯为什么受苦啊？我还不知道。约伯很想知道神啊，你为什么给我受苦？神有没有回答呢？神没有回答，神没有告诉他，好奇怪，对。我一直看约伯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奇怪，我说约伯记里面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已经看了那个耶干斯哈杜塔干艾德拉班称呼那个石的堆，怎么称呼他？耶干斯哈杜塔亚兰人，记得吗？就是真正的什么堆，那个真正的堆。然后呢，这个雅各呢，怎么称呼他？干艾德。该也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对，就是真正的这个对的意思，是对对的意思。约伯记16章应该19节吧，记不记得？19章19节就是提到两个动一样的名词，就是我有在天上，我有一位谁啊？我的见证在上面，就是天的意思，我有一个中保嘛，对不对？两个单词是在创世纪出现的那个两个单词啊。我有一位中保，我就是我能这样说的了。约伯苦难当中，他学习了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什么呢？很可能他以前不认识的、不知道的，在天上我有一位中保，我有一位见证，有一天他会出现，有一天他会来，是什么呢？约伯知道了，他现在告神，知道吗？神啊，你为什么？可是神有没有回答？神啊，你这样对我这样带的这个不好啊，你出来好吗？就是我们法庭里面，就是我们就是我是这个叫原告吧，对不对？他是被告的，你出来，神会不会出现呢？不会出现啊，这里有问题啊。如果他真的出现，问题是谁来做裁判呢？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啊。你找哪一个律师呢？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啊。你找不到律师，你找不到裁判了。你要现在高神就是跟他就是要问这个事情，没有人就是能就是开这样的法庭，怎么办呢？可是他发现有一位中保，就是他能找得到一个律师，很好的律师，
他还不知道将来这个是谁，可是他就在这个苦难过程当中，他发现忧郁中饱，忧郁中饱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他就是不那个物质中，他还没知道的时候，他已经说出来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。很可能他自己不太知道的，可是他就是物质中，他没有知道当中，就是他说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将来来的弥赛亚。约伯呢，接着这个或者苦难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他发现这位弥赛亚，中保很早期，约伯是很早期的人啊，对，很早期，他不是以色列的后裔啊，很早期有一个外邦人约伯，在苦难当中，他知道有一天终于会出现这位弥赛亚，对，认识弥赛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，神就给一些人借着苦难来认识他，很可能很多人没有苦难，很可能没有办法认识他。在这个地上碌碌来来吧，对。可是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为什么还要受苦呢？还是我们不太明白这个意思，这个意。可是问题是这样，神天上的父神，他这样定了，他这样决定了，他这样安排了。我曾经我说过那个陶城一样，就是我们这样接受了，对。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太明白，可是我们接受，对。神的安排我们接受，对。约瑟呢，他没有问这些问题啊，跟约伯不一样，对，他没有埋怨，他就是接受，他接受，啊，就是终于神就是打开他的门，就是他以后呢，就是以后他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安排，为他安排这样的日子，他终于发现，对，说我们有一天呢。今天我们就是不太知道，好像保罗说的一样。今天我们看见的就是借着那个镜子，那是那个时代镜子不是很明清楚的吧？镜子吗？镜啊，对。可是今天的镜子太好，所以你们不太了解，那是就是不是很清楚的。今天我们很多了解的不是很明白的也有啊，可是将来我们有一天会明白的，在神的面前我们会明白吧？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就是等到哪一天人来。不要埋怨，就是忠心，忠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到这儿，好，谢谢。